好，九五风是往前啦、啊。今天现在往虎山，所以往这边走，要绕路线。等一下顺便看一下攀岩的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快、啊，一下就到了。这样的运动量是很够的。假如是在101上班的话，每天走路上来，那这样子的体力真的会很好。瞧一下这个呼吸不习惯。这边就是山神庙嘛，山神庙。好，这边是继续往下走，山神庙。祝我万事如意，祝世界平安。哦，这边还可以再冲一下脸。